问：2020年5月27日，魂体被送进冥界阎王殿，阎王爷让你看当今杨氏色情网站的老板、投资者及工作人员的果报。鬼差从外国拉来一条黑色大铁链，铁链上绑着一堆男女罪灵。阎王爷立刻打开他们的阿赖耶识，根据生前的罪业开始审判。阎王爷：外国色情网站链接幕后老板 A 网站投资人 XXXX 公司老板，也是黑道人士。阎王爷：通过投资游戏产品投放色情网站链接赚取每月高达千万元的利润，这些色情网站链接害无数青年男女堕落在淫欲妄想中，害许许多多的洋人死后堕落畜生道，判油锅地狱，用黑色油炸你个魂飞魄散，就好像你的黑心烂肠一样，散去的魂魄投蚊子苍蝇卵中，让你下一世常与污秽之物作伴。阎王爷：外国 A 网站祭祖程序员，你们什么工作不好做，用杨氏所学到的知识帮助这些色情网站做链接宣传，实在愚昧。阎王爷：判粪池地狱，地狱出来转投畜生道，一辈子为畜生被人瞧不起。阎王爷：外国网络工作者帮助 A 公司把链接分享到社交通讯媒体，让这么多人看后增加淫欲妄想，判粪池地狱，地狱出来一样转投畜生道。阎王爷：奉劝你们杨氏人安安分分工作过日子，下一世还能得个人身，想靠着这种淫秽产品赚钱，这就是你们死后的地狱果报。阎王爷：童子可以回去了。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5月27日。答：现在末法时期对这些管得特别严，有的地狱下去后会把你眼睛弄瞎掉，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，所以人不能邪淫，人开始的时候都挺好的，不被别人勾引就不会这么坏。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，就能干干净净一辈子，下辈子至少还能投人。现在末法时期，有的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稍不留神就完了，对以后将来都非常不好，会造成下地狱的果报。